妹妹，你不要把人家电视搞坏了，妹妹。飞轩，飞轩，这里哦。飞轩。干嘛这样子？干嘛伸舌头？睡觉啦，九点啦，妹妹。现在在这里不得爬，消耗不了体力，不想睡是不是？不能舔。哎，不给他舔，有细菌。不能舔。跟爸爸出去玩一下，消耗一下他的体力，去，拿车车推出去。外面有好多小朋友。妹，为什么喜欢玩那个床头的那个坑啊？你真的是超级喜欢你的这个枕头。你还舔这里，我就还舔，不可以舔。饭饭你不吃，舔这些脏脏的。睡觉不睡？睡觉了，睡觉了，妹，睡觉了啊！哪一点不合适你？啊？